Cause I'm a real in love with you. When I'm looking at this view, I remember moments and my heart feels like you. You've been a big surprise. 朕的爱妃，你在干嘛呀？我没看到啊。哦，这床上东西太多了，你们可能没看到我的爱妃在哪。他在那儿。开会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给他，我手机没带啊。你 iPad 包那么紧干嘛？啊，哪有 iPad？ 你还藏起来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没穿裤子。那你在干嘛？我们什么也没干。你给我看看。不给。你不会是在刷肌肉男什么的吧？我没有，没有啊。你脸那么红，你不会是在刷腿？我脸红了吗？你不会是在刷腿？那我们一起看。刷腿不是很正。那我们一起看。我的推都是一些什么音乐呀、电影啊。那你就在聊骚。我怎么可能聊骚？给我看看。我不要。给我看看。我不要。给我看看。这啥意思啊？我在逗你。哎呦，字你都写错了，你好意思吗？字写错了。哪个字写错了？你是不会写大傻逼，我是大傻叉。哦，你写一个我看看。你知道咋写吗？不知道。你就是这个字儿。怎么写？我不告诉你。哎，哎呀，我肚子。我好想笑啊。你是哈哈屁了吧你。我明天想喝鱼油干。买呗，明天我给你买。就是我就是感觉这嘴巴里面就想反甜，就想回甘，想喝鱼油干了。别给你买，别磨叽，睡觉。你拿什么给我买？我拿钱给你买，我拿什么给你买？屁！那就给你买个屁！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买个屁！滚！你拿什么给我买？我拿钱给你买，你要说几呀？你哪来的钱？还不是我一个月给你的微博的零花钱？不都攒着给你买肉干去吗？我不要，我只是今天想喝。你有病吧，现在都夜里几点了，两点了，我上来给你整鱼油干去。我就是说明天我想喝，我就是嘴巴想回甘，就是流口水都是甜的那种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真的。你看你那个土老鳖就没喝过，没你只会瓦蓝蓝的天上飞老人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能跟你说这些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嗯，你能不能不理我，让我睡觉？嗯，从现在开始，谁说话谁是老愣。笑也不行。你好傻呀。你先说话了，你是老人。睡觉了，别闹。晚安。晚安。你笑个屁。都想喜欢你落在了心。